我想去接靖宇，咱才阁做伙接子涵。朱世涵，我什么代志拢听你呢？是安怎提早离开，伊嘛无甲我讲一声。即马当然嘛同款。靖宇，不要。先生，刚要倒入去。过来。靖宇，你既然真正做出反背我的代志，我一定要抓到这个跟你开房间的人。三立台湾台三十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我们去兜风。你点点啊？讲是关心吗？我看你是关心你的女生意啦。对你客气啊，当作烦啦嘛。哇，你看当下到最后，两个点算到 shiny shiny。我刚刚把这个是 bling bling 啊。这物件。妈，阿乐。哎，对啦，是这啦，超赞啊啦！今年你个超赞啊！哪里都要成就超他那同款，嘴搞偷懒，一日伊嘛袂当好笑落出去。是，是的，小姨。所以，一当阵你拄着迄个人是老虎皮哦。你话对咱的怨恨遐尼啊深啦，都一时之间出现。原来林家除了反背妈以外，竟然阁抢走妈唯一的仔仔。希望总有一天，你话会谅解。是大姊无要甲我联络，我妈妈嘛有找人啊。若是到时你也是自同失踪嘞。你妈刚刚你叫你凊彩找人去找你啊？那是哥这样无公理哦，我就戒毒婚约。你是认真的？当然。好啊，离就离，这样没办法。今日竟然走来摩天轮。先生，刚要倒入去。快点。今日，你既然真正做出反背我的代志，我一定要抓到这个跟你开房间的人。